好，今天给大家揭秘一招非常经典的古彩戏法，一个瓷碗，大家看一下，里边空空如也，空无一物，然后用手帕将它罩起来，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像这样向空中抓一把放进来，施一点魔法，喊声变，瞬间满满一碗清水到位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碗水清澈透明，绝对绝对是真的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一个慢动作详细教学。其实原理非常简单，看似一个空碗，在碗口贴了一张和碗口相吻合的软胶塑料片，碗里装满水，塑料片贴上来，水的张力会紧紧地吸住塑料片，所以扣在桌面上来回敲打，水都不会洒出来。用手帕把碗罩起来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左手大拇指顺势把这个软胶塑料片推开，就像这样。接下来最后一步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手帕连同塑料片一起拿走，这个魔术就完成了。最后倒出来给观众检查，观众看的是目瞪口呆。你学会了吗？